我感觉你就是可以做这种的东西。面对你有的时候就是满脸的微笑，左边是不舒服的。我们是几乎没有任何联络的，我觉得全部里面最烂的。我不是能够听噪音的人。你会唱歌吗？我不会啊，不拉。必须有两位要离开这个舞台。哇，这个真的很舍不得哎，对不起。